大家好，我是阿天。哇，我看到这个 ROE 的那一个就是女仆形态啊，它的这个象征的威力好像蛮猛的哦。这个不用突一哦，这个零突就非常的强。那我除了两单哈、哦，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好，除这一个这两个是最大的礼包哈、哦，有送这个20抽。好，这20抽是这个 ROE 的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怎么讲呢？抽卡的话呢，就是要做一些仪式哦。有看到很多这个抽卡的这个。特别地点，好，那我们就来怎么讲呢？就是先做一点仪式吧，哈、哦，有看到很多这个所谓的抽卡的特别地点哦，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好，我们先这个随便回到一个自由的时间哦，好，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钟楼去哈、哦，钟楼的话在这个地方，好，这里哈、哦，哎呦，好，他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哦 ，OK。好，那我们就在这边抽吧，哈，那就开始抽咯，看看说这个钟楼可不可以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好运哦。好，我们点这个战术形态，战术探索。好，那我现在刻了两单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多少啊？我现在免费有2000嘛，付费有20000，所以这样是22000，就是70，然后再加上两个10抽，这样就是90抽哈。好，看看我们钟楼90抽可不可以让我抽出一只 ROE 哦？哇，这个象征哈、哦，真的是非常的想要试试看哦。另外，这个如果说继承了这个原装的这个苍井的这个护盾啊，然后怎么样都可以用哦，又能打又能坦，真的是太方便了。好，那我们就来直接抽了、哦。好，开抽开抽开抽。90抽拼一个 ROE 哦。有一直变 S 啦，好哈，有变蛮多 S 的哈，这一次S 跟 A 的比率是一半一半哦，好，再来哦，哎，水了水了，出彩了出彩了出彩了。来哟、哦！世界を滅ぼすのはこの私。哇，不是啊，是三邪大人啊。但是这一只我也没有哈、哦。好，没关系哦，没有用过哦，不知道说强不强哦。好。不过这一只应该是比那个什么二阶堂三香好吧。好，20抽齁，中了一个这个三邪大人哦。好，接下来的话就是石英抽了。好，70抽。这是第30抽。啊，都有变 S， 可是没有变 SS 啊。好啦，这然后再来是第40抽咯。现在目前30抽出一个彩色。好，这是第40抽哦。
我啊，什么都没有。好，再来是第五，这是第几抽啊？第五十抽吧。哇，四十抽才出一个彩色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好，再来是第六十抽了哈，第六十抽了。好，还是没有，天哪，我现在才出了一个彩色而已，还不是这一次新的角色。好，第七十抽哈，第七十抽，到目前为止只有出现一个彩色，天哪！好，再来，好，完了完了完了哈，再来就是第八十抽了哈。好，哇，这一次很劝世啊。好像连个 S 的苍井的影子都没看到啊。终于变了！どうかお願い、守って。啊，怎么会是原装啦？哦天哪，我都已经土二了，哦，真的是来熬椅了，结果是来原装的熬椅。哎呦，我的天哪！哦，这次我土二了。哦，如果说你没有的话，抽到一只真的是很有帮助。可是我图二了，那图二的话呢，再抽到一只的话还不够升到图三哦。哎，好啦，那继续吧哈，最后十抽了。好，没有了，哇，好崩溃哦。
哦，九十抽就这个样子，然后唯一没有的就是那个三鞋大人，所以看来这个运气不好的时候在钟楼抽也是没办法、啊。好，刚刚那七十抽呢，大概只有等于说是出两只 SS， 但是呢一个是原装的 ROE 我已经有了，所以说呢，唯一我没有的就是这个三鞋大人，但是呢这个卡池依旧没有出现任何一只哦，就是这个白虎跟这个女仆 ROE 哦，所以呢我刚刚又把比较划算一点的礼包哦，就是1020跟这个590的都刻了，那这样子又凑9010哦，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可能影响到这个运气哦，所以说我躲到左边一点好了，稍等一下哦，好，我站在这边好了，离他们两个远一点哦，好，我们再来30抽，看看是不是他们两个的问题哦，好，那再来哦，现在是110对不对 ？OK， 好，再继续30抽哦。哇，还是没有，好，没关系哦，再来哦 ，OK， 好，这个是这个第多少多90抽了哈，90抽了。哎，不对哦，这是第110抽哦，抽到都昏掉了。好，最后哈，第120抽哈，这个 PT 已经到140了，我又要保底了啊！天哪，这样子抽下去呢，总共要保底的话，大概这个要花10000块钱哦。变了！哎呦，不是哎、欸，怎么是你呀、啊？天哪、啊，这个哎、欸，这个我有，我好像没有哎、欸，还是我有了啊？这个我有了，我以为是雷游戏耶。好 ，OK。看来我接下来氪金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了。好，那抽到这一个三鞋大人我觉得还不错哦，因为我看到这个他可以提高连击数的话呢，我就很高兴哦，因为就让我想到了这一个忍者，然后呢他的这个大招呢又是对 HP 有加 30%、哦、或许我可以把这个万能战型碎片给他哦，就是当我的这个兵队的攻击手，虽然说我的兵队的攻击手呢有这个水濑里哦，水濑里的话是在哇，角色真的是很多、哦。好，在这个地方哦，但是呢，你没有升上去的话，其实也是不行哦。他这个是砍全体的，那我这个也是图灵啦。那打出去的话呢，如果是打单体的话，伤害不怎么样。那如果是说呢，这个同样是图灵的这个三血大人的话，他自己帮自己叠连击的话，我觉得哈、哦，那就应该是蛮不错的。好啦，好，那虽然说这个不论是白虎或是 ROE 哈，是抽到 ROE 啦，不是抽到原装的 ROE 哦。好，那虽然说这就是这个卡池这两个都没有抽到，不过呢，抽。
抽到了一个我原本兵队就一直想欠的这个攻击手，那希望这只角色的话呢，到时候用来打 boss 的话，他可以当我这个兵队的主输出手。好，那另外呢，不要忘记这个三血大人的话呢，他的那个连击啊，这么重要的这个技能是在这一个上一次的这个假忍者真忍者的这个活动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换到的啊。你看这边我已经都换完了，因为我记得这个活动的话好像有三倍，是不是还是我不知不觉都已经打完了。好，那所以说呢，把这边都换完之后呢，可以图十了嘛。S 阶级图十之后呢，就算我零突，它也可以120级。然后呢，再来就是把它的这个技能给换完。那这一只角色的话呢，这个 S 阶级就会带着这个一级必杀微笑，就可以提升连级就跟那个忍者阿戴尔海德神奇阿戴尔海德一样好了，那这个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